喂，阿泽，我在停车场迷路了，我找不到车。好好回忆一下，耐心点，能找到。我都转了半个小时了，我是真找不到。好，马上去。喂，默默，我现在有点忙。你哪天不忙？你上过吗？你陪我吃过几次晚饭？上过几次不？生病了我自己去医院。灯泡坏了我自己换。为什么我每次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？这部分内容还不够精准，再去修改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你能不能独立一点，坚强一点？我总不能不上班一直守着你吧？独立是吧？好，这个是你说的。你能不能独立一点，坚强一点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那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我给自己壮胆不行啊。我保护女人不行啊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别着急，自己先好好找一下。你快告诉我尿不湿放哪儿了，我找不到，你快回来帮帮我吧。哦，你要坚强一点，独立一点。我总不能不上班，天天在家守着你吧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